10:30，哦呀，那么多车。还可以停在另外一个地方坐船过来。这里晚上真的好嗨。
常我们的游艇将延迟到信抽奖结束为止啊，到信抽奖结束为止啊，为了方便你们，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游艇呢我们是暂时延后，延后到我们的信抽奖。随着孩子麻烦不要给他们在旁边，万一他转身的话要混到你糟糕了呀。啊，他屁股没有响起，然后感谢吉达东江夜浙巴龙狮团，我们重现呢火龙表演。那特别祝福大家六六大顺。